华达。哎，华达有个问题啊。你看，咱们还拿这个实战来说这个问题啊。你比如说吧，你看它有力量。咱别说这个，那个车特别傻，侧面打过来，侧面打过来，我画，你看，我往里画，人家不会再连前打，肯定勾脑袋，你看，这不画脑袋了吗？那所以说那时候都跆拳有啥用啊？对不对？要求你啥？他你看，这一画，你看，我就出这一圈，他这啪勾一下，你看这画的吗？画都逮着他，你看，是吧？如果说。你看，他打我，你看一画，他那个软和的，就是，没拿他，他看，这样式儿，你看他没打呀，你看他打我一个，你看他没打，看，这都过去了呗，他得有劲儿，有劲儿你不好过呀，是吧？嗯，对，这个利用你的所学那个太极拳啊，你看他有这个事儿啊，然后他没事，咔咔就干他，你看。逼着他，他使劲，他不使劲，脑袋就打上去。嗯，他打不来着，我看，他你画，你看，这不在画，你看，画趴着他，防守都是画，一画我打他，全挥过去，他不打他，画哪是吧？拿起来打他，画的时候拿着的。你看，他往前在这不画吧？你看。你打过来，你看，我画呢，画脑袋上来了，还画呢，那样画不行，撤退一公分，进攻一公分，你看，你看中。如果说那你说那人家不是给我撒手好，为难的撒手，啪打，撒手你撒坏了，撒手没有抵抗了，是吧？前沿阵地也没有那个防御防护也没有，那进攻啊。前线崩溃，对不对？那进攻。